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蕾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22中国新秀争霸赛32强的比赛，很高兴能够和彭泉猫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猫老师你好。那个蕾金好啊。那么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这盘棋呢，是王星浩对阵王昊天的，名字有点相似，有点相似啊。这个也是我们，我个人也是非常的荣幸啊，来到再次来到天元围棋，为大家带来这个应该是中国围棋的这个新秀赛啊。嗯，说实话也是希望啊，啊，我们来先看一下现场啊。嗯，现场的画面。那么这个32强的比赛是在这个线上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中是王星浩棋段啊，应该是新秀赛里面的一个大魔王级的人物。是的，他也是在今年刚刚获得了新人王的冠军，而且好像世界的新秀的那个也是他冠军。对对，他拿过两次、啊、就是20岁以下的 是有一个世界新秀赛啊。对，没错，有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参加，有韩国日本的好手。嗯，没错，甚至有欧美的这些高手。嗯，而且他好像还在今年的一个网络比赛当中是战胜了申真旭拿到了冠军。对，嗯，那确实是非常了得了啊。我们看另外一位女棋手是李晓曦。对，这位是小的李晓曦啊。对啊，就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可非常熟悉的啊，嗯，还是没睡醒呢，小红鱼啊，啊，这是周红鱼，对，周红鱼啊，嗯，也曾经拿过这个世界女子冠军，也拿，好像也拿过这个进过新人王啊，啊，对，也是拿过，好像拿过新人王的冠军，没错没错，嗯。非常厉害的一位。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秀赛包括新人王赛类似的这种比赛、嗯、也是更多的这些低段的甚至新秀棋手的一个绝佳的练兵场。嗯，也是一个跳板啊。说实话我从个人来说呢，我是非常衷心的希望啊、嗯、未来有更多的像这样的一个男女混打的，还有那个中国的照顾这些年轻棋手的新秀赛出现啊。嗯、是的是的，因为说实话这样的新秀赛它不需要说奖金像世界冠军什么国内冠军评级啊，嗯，关键是呢这些新秀的和这些年轻人呢有一个对局的机会啊、是的，有一个比赛的机会啊，这样的话会有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中国新秀们的成长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局啊、第二局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刚才画面中看到的小将周红鱼的对局。嗯，我们先来看一看大魔王王星浩啊、嗯、他的对手是这个是他对手，说实话我清楚段我没怎么有印象啊，说实话啊。这个王昊天吧，应该是。对对，这个名字说实话我非常的陌生，好像是刚刚蕾金也介绍是新初段啊，嗯，所以我陌生也就不奇怪了。那是的啊，应该说这位小朋友的压力应该是高跳吧。嗯，压力今天非常的大，应该说他会面对的是这个整个比赛的第一大夺冠热门啊。是啊，那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冲击者的这个角度，从实力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位小朋友今天会非常非常困难啊。哦、因为王星浩他首先他已经成名多年了、是的，而且在新秀赛上已经所向披靡啊、哦。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也马上要那个就是进行的围架联赛中、啊，他也是长期的啊，多年的担任上海队的主力啊。嗯，而且在近一两年，我觉得他不单是主力，可能有升至那个主将的这个趋势、啊、嗯，所以说这个实力是在稳步的这个飞速的进步中啊，也就是说他可以正面硬刚任何的世界冠军。那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对，所以说对，所以说在这个比赛中你碰到这些新秀棋手，碰到这些小朋友们啊，小朋友们当然对吧，压力非常大啊。就从成绩的角度啊，这位王昊天小朋友应该是抽签有点不利啊，但从棋的角度的话呢，能跟这样王星浩这样的一流的高手啊，嗯、能够过过招啊，感受一下高手的风采，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嗯，但加油吧啊！我也不知道他今天赢了输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啊，这、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棋啊，然后他是不是高挂？高挂，嗯。那黑棋选择了脱退。对，王星浩的棋有很明显的这个上海风采啊。哦。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中国围棋的重镇啊，嗯，或者说是
绝对的重镇之一了啊，出过很多很多知名的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大高手啊，嗯，对吧？就是我们以比如说近年的曹大元老师啊，常浩大哥啊，还有胡耀宇、邱俊啊，对吧？再到王信浩，慢慢这一批啊，应该说是不缺绝顶高手啊。但这上海的围棋呢，也非常的有特点啊，就是他们下棋特别讲理啊。讲理啊，以德服人，是标准的本格派的代表人物啊，代表的一个风格啊，所以整个上海的棋手啊，包括那个范廷钰，他也上海人嘛啊，所以说他整个的风格呢，就会偏向于一个本格派啊，就是很沉稳、很老练啊，然后下棋的话呢，中规中矩啊，内力特别深啊，所以下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都会用最普通的招。用最朴素的招法，最简单的办法啊，甚至人人都感觉我们都会用的招法，那个杀人于无形之中啊，这就是上海的围棋的整个的棋风和特点啊。王信浩其实也有这个风采啊。那王老师，如果你对上了这个上海派的棋手的话，你会用什么招法对付他？我现在基本上就躺平了啊。以前的话。过去的话反正就慢慢磨呗啊，磨到天荒地老，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攻击派啊。那你跟他们其实棋风还是挺相似的呀。但是我本质不是上海派的啊，我有一些属于杂学的啊，不是正规军，就相当于啊，他们属于那种正规军的啊，所以说棋都会非常正，从小学棋都是从棋理开始的啊。王信浩也是有这样棋风非常鲜明的一个我觉得特质吧啊。他下棋现在最强的应该是他的中后半盘啊，包括他能够赢柯洁甚至赢申真谞，那都是靠他的官子细腻的这个收束啊，后来居上啊，所以说非常的有特点的一位小朋友。当然这里不是代表他不会杀人啊，不会攻击啊，只能说是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就是说白你不惹我，我子孝够的情况下呢，我可能不会主动的会跟你大规模的战斗啊，因为没必要嘛。嗯，跟你正常下我就赢了，就跟你把这个战线拉长。对，然后他的今天的对手，我觉得王信浩应该会更加的简单一些。嗯，就下的更加朴实无华啊。我们来看一看。好，那实战白棋是拆高还是低？高的。嗯，那么这个是一个，今天就是我们就不介绍了，然后这时候接下来可以挂角。也可以是，对，任意的挂角和点三三，实战是点三三，对吧？魏晶，我就说他不会出什么骑兵的，这里点完之后呢，白的正常这个角不会给黑棋，因为这里，拔一个子之后呢，黑棋其实这条边的发展并不是很大，所以白的会选择这个搬连搬，选择这个定式，对，但选择这个定式呢，黑棋也有好处，他就是把棋盘下小了，魏晶。哦，他把左下定型之后呢，他应该马上就会回到那个上面去啊。我预测这个定式呢，对，他回到这个挂角。他如果先挂的话呢，这里没有定型，白的可能在左边还会做一些抹杠，做一些文章啊。他做一个定型之后，虽然说我以后贴起来，白的可以在这里大跳压制黑棋。嗯，黑的这个地方抹杠是起不来的，跳的话我们一样的。嗯，这是一个 A B 键合。白棋下的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黑棋通过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招法之后呢，他再挂向左边、左上，这时候青梅就会发现，左上挂完之后呢，这盘棋呢就没有什么大场了。嗯，唯一的大场应该是这个拆边。对。但是你一拆完之后呢，不行，你看这棋是不是就打散了？是啊，我觉得打散的话，其实白棋还蛮高兴的，但是对手是王信浩。对，你我没下什么坏棋。嗯。打散白棋肯定是子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王信浩说呢，反正你打散呢，我就跟你拼中后盘。嗯，我也没想中前半盘占你便宜啊。那确实是。那你怎么办呢？你也很无奈。也很无奈，这确实是没办法，他就是四个角嘛，就四个定式嘛，对吧？就秋末看到下到这里，秋末说我也会啊。嗯，这个布局有什么稀奇呢？嗯，没什么稀奇啊。对，所以我其实也是想和棋友们说，咱们如果把每个局部的定式
都知道一下的话，其实这个棋差不多就是一个布局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这里的话就是如果棋友们对自己的综合实力包括自己的综合盘能力非常自信的话呢，你就可以那个就是下一些像王金浩类似这种下法，下一些最简单的棋，我们就也不推陈出新也不吃亏，但是我们也不占便宜，堂堂正正把布局过渡完之后呢，就靠自己强大的后半盘中后盘实力碾压对手，对吧？那如果大家觉得后面我们不一定那么厉害，那前面你可能要动点脑筋了啊。这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围棋的一个实力和优缺点啊。是的，所以说每个下法也许都适合你，但是呢，也许也不适合你。开个玩笑，就是一定要找到选择自己合适自己的一个下法。是的，我们来看到这里啊，如果是白的正常小飞啊，那黑的一定是一个脱角脱班，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大家可能闭着眼睛都会下的一个又是一个定式，又是一个大家视觉疲劳的定式，对吧？我觉得 90% 的概率会下成这样，像这样之后呢，这盘棋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我已经，然后应该黑的白的会去猜这个边啊，然后黑的比如说贴起或者分个头，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棋非常的无聊，对吧？就是典型的黑不坏白不赖啊，然后就开始那个慢慢磨，而且双方都打散了，打散完之后呢，就开始拼自己对棋的理解啊。这也当时也就是王星浩最希望看到的啊。反正我觉得他觉得他下新秀赛应该是，对吧？你跟哥比那个综合实力啊，那我肯定没有不虚任何棋手。对。所以说他就下得非常的简单，但这时候呢，这位小朋友呢，他不能接受啊。对，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定式啊，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他这个地方不能让白黑的轻易的进角，进角之后太轻松了啊。我们来看白棋的选择，白棋是尖顶，对他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稍微打乱一下黑棋的黑棋长，黑棋的就是整个的节奏和意图啊。他的希望是把黑子往回猜，让他再猜见。这样的话会感觉稍微的比刚刚复杂一些。至少角还是白棋。对，不管你以后怎么掏我这个角，至少我们有可能会形成激战。刚才那个呢，就是大家对吧，棋友们可能棋友们说我这个布局我都会啊。对吧，实在太平淡了。这样的话呢，包括他以后他攻击这个黑棋的这个边啊，包括打入包括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嘛。所以说看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感慨一下啊。我觉得这位新初段还是很有实力的。他知道正常的下呢不是特别有利啊，主动求变。选择了这个尖顶，不让黑棋进角。黑的正常是猜回去。但是这盘棋呢，黑棋是直接逼过来了。直接逼过来，那就是其实就有可能是七阶两子了。就这里的话，它有两个点，一个是猜正常白的一定会猜这里。然后再逼的时候呢，白棋其实就可以下一些，比如说这个棋了，它就可以防守了。就防得心安理得了嘛，他也不会加你了，你自己去猜呢，黑白的就也就算了啊。他先猜的话呢，相对会积极，先逼积极一点，因为先逼你总不能这手半战嘛，对吧？你这手半战我肯定虎了，对，我不会再在那儿守一个棋。所以说也就是逼迫白棋去反击，也就是白棋基本上白棋的视角也守不了角了。如果你飞也是同理，他再猜过来，这样的话你走这儿，他会节奏会比刚刚更顺畅一些。本来如果单逼他，你未必走这了。对，我就有可能逼过来了。对，所以说呢，他这是一个很小巧的一个思路啊，就是他先相当于试一下白棋的硬手。如果白棋反击啊，秦牧说反击会发生什么呢？反击他大概率这两个子可能会做一个战略上的放弃啊。就是他会最终猜到这个位置，这个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先把你左边削了，然后这两个子做一个诱饵。当然你不吃我还是不气的，你吃我实在不行我就气了。这样的话他换得全局，基本上这个要点和这个要点，就是这是白黑棋的如意算盘。就是放弃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转换。他不会跟你对攻的，我们就大家注意，就比如说如果白棋去夹击黑棋，我不知道去哪夹哪里，他不会跳的。他跳的话就自己自相矛盾了啊，我们。这时候战斗是不利的。最大的问题是白棋的位置，全局的位置非常适合战斗。大家看一看，特别是整个下半部分黑棋
子力配比其实都是在实控上不利于大规模的冲突的，所以当然他也不会大规模冲突啊，其实就是一定就是你脚加击他应该就是想办法转身了，嗯，那你不加你也搬不了，现在对现在不好意思去搬，你搬不了他，因为他这里没、嗯、没子嘛，对，所以这步棋应该说非常老辣啊，嗯，非常老，应该说是在拆也可以逼也可以情况下呢，成功化解了白棋的一个意图啊，嗯，让白棋的话呢陷入到就是不是自己刚才构想的那样一个预想图中，嗯，那么实战呢白棋应该还是得加，嗯，那就加的位置问题，加这一边，他加在哪个，我加这里好奇怪啊，哦，因为这个地方感觉总感觉是漏的，对，而且在对方本来就要弃子的情况下他加那么近，嗯，合适吗，嗯，就我觉得其实我应该可能加远一点是不是会好一点，嗯，是会，要是我会选择远一点，因为远一点他就不好意思弃了嘛，对，因为白黑的跑白的总是欢迎的，本来就是要乱战嘛，嗯，你加这么近本来人家也不准备要了，特别是以后他是本来一拦过来都是先绝好点，嗯，然后这个你还得封个头，不是他不可能跳的，我觉得这个步棋就是小朋友有点天真，嗯，啊他其实没太读懂，就是他的对手王星浩下这步棋的一个整战略上的意图，啊，就从战术上他肯定觉得这步棋也正常，我要还击嘛，要反加，嗯，但是人家为什么要逼而不是正常的拆三呢？嗯，他可能想的我觉得不够细啊，不够多啊，嗯，如果这个地方被黑的得逞的话，应该说整个局势就会进入到王星浩的步调当中，嗯。那白棋走这个黑棋就没有再跑了，因为这个确实白棋吃起来这边还差一手，他不会跑的，他不会跳的，嗯，啊，他是漏了一个，虽然我不确定他走哪里，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不会跑，嗯，因为他跑的话他就不会去走这了，嗯，他一定会拆回拆，嗯，他这步棋其实就是放弃这两个子的意思，嗯，用两个子换左边啊，左边的这个你的这条边的潜力，嗯，如果最好是能再能争个先手，把最后一个这个拆边抢了，这样他这个棋整个棋子就完美了。但这个随缘啊，这个啊，右边这个超级大行只能随缘了，因为不知道战局会发生什么，哦，发展成什么样子嘛。对，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做个转身，嗯，这个漏很讨厌啊，他比这个好，不行，他点的话，嗯。虽然说也能回家啊，然后点，但是会让黑白的很硬了，很厚，而且你尖过的时候，哦，白的应该会逼过来。这个棋我们会看这两个字基本上是无疾而终的，因为你不敢乱逃，还是刚才的问题，对，他这一盖过来之后受牵制了，这边，嗯，你非常的孤单。那你这个跳也没用，他就给你捂住，这个跳顶着下面的这个黑白棋的这个打脚啊，嗯，没有任何的用啊，这都是典型的。单关，嗯，这边因为这条边白黑的没有发展，嗯，所以说点角虽然可以逃掉，但稍微显得有点俗，所以它单漏一个会更加的让白的难受，嗯。然后呢，这个时候白棋要护住这个角，是选择了尖在这个位置。那这样看的话，我感觉白棋这个角上的形状啊，嗯，看起来有点委屈。他反击不了呀，嗯，他靠的话。这还有点吗？这长，这有一个长，嗯，这时候应该黑的会单跳这边，嗯，这里有个捅了捅，是我直接捅过来，是不是也行，啊？直接没准都行啊，嗯，就是我们直接捅不算不清嘛，就算我跳一下，嗯，你就出不了头了，这里，嗯，你只能回手啊，那这里至少是你就出不来了，嗯，能不能直接捅我不清楚，这个也有可能直接就把你捅了。嗯，啊，就是这个得凭计算，因为直接捅有点，说实话看起来有点悬了，嗯。哎，那我先搬你。搬肯定是搬不到了，我真的。哦，那我冲断。啊，反正我不可能一脸。冲断的话你。我贴住再，感觉黑棋也挺危险。对。因为我贴是先手嘛。你得走这边啊，然后下面再杀气什么的。当，嗯，也有可能直接就捅了。嗯。就这个棋应该靠不了。靠不了的话呢，他不手脚白的黑的就飞了嘛。嗯。他自己也立不了，对，他这没有粘，他也不敢脱先，嗯，就僵在这里了。但是如果黑棋飞的话，就没有我们刚才就是黑棋直接点白棋那么厚了，白棋比较薄。关键你现在你脱不了先啊，嗯，刚刚是接应了，你可以脱先，现在你脱不了先。如果你比如说这样一走，那就受不了了啊。那你这个这样就彻底崩溃了，从那儿加过来，然后人家再把这家扎了，
嗯，虽然形状没有刚才这部棋那么完整，但是这个小意思了，这个关键的拆边被黑的抢了，起码，嗯，结果白的就大失败了。你再围攻，再吃两子，这盘棋下不了了。请我看，你所有的兵力都围在了这个地方，所有的剩下的大场全被白的黑的占了。嗯，这白棋效率太低啊，实在受不了了。嗯，所以说他这个棋呢，他不护脚也不知道走哪了，应该靠不住。那总不能自己还没费尽自己力吧？这也不叫棋，所以好像像手看起来也正常。嗯，只能退守这个位置，因为他刺有先手位到去。嗯，你可以默认为这有个刺，所以这搭不住嘛。是，然后黑棋飞出，虚晃一枪。嗯，白棋尖、啊，感觉他先尖在上面的。哦哦，对，先尖在上面。说实话，感觉这位小朋友下棋非常的有力量啊，勇气可嘉。棋下的都很扎实。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是师承何脉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棋呢、嗯、大写了两个字、嗯、耿直。耿直。就是其实他每一步棋的这个目标都很明确了。有某种意义上呢有点被人家所主导了。啊、就是我想干嘛其实都写在脸上了。写在脸上了。你说这步棋。全被对手看见了。这步棋还需要解读吗？嗯，包括这步棋。对。嗯，其实我们都懂了，嗯，对吧？一眼就看懂，那不就是要吃吗？是。那这步棋就是断黑棋的归路，这步棋也是断黑棋的归路。嗯，对吧？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本来人家也没准备要呀。他好像这里的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感觉。嗯，就是对于这吃两个子的这个价值判断。对，但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要去苛求这个新初段啊，就是，谁都是从零开始的。嗯。对吧？对于经验也好，水平也好，那都是在这个成长中慢慢进步的。嗯，所以说我才刚才想说的是，真的希望类似这样的一个新秀赛类似的比赛，嗯，在中国越来越多啊。这样的话，这些各种的小朋友们，各种的新初段们，对吧？嗯、低段这些新秀们，他对局多了之后，说白了吃亏上当多了之后，他进步就快了。没错，因为训练跟比赛。不能同日而语的，训练的强度永远是没有办法跟比赛相比的。没错没错，对吧？所以我们经常有句话叫以赛代练。对，以赛代练其实在竞技的项目中或者竞技体育中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是的是的，因为双方都是竭尽全力的，都为了胜利，对吧？为了冠军去要去拼搏的。嗯，所以这个时候都拿出的都是真家伙。对，对吧？甚至平时的那个各种不用的飞刀啊什么的全来了，揣在兜里的小刀都可以掏出来了。平时他都不掏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包括一些那个着急时候的这种搏命啊，平时可能劣势了就草草收兵了，对吧？这个时候怎么能接受自己失败呢？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拼搏的。嗯，所以会非常有利于这些小朋友们的成长啊。是，今天应该我觉得他也是从大局观上被上了一课啊。嗯，你们来看到嘛，就是黑棋一定是这样，他不会逃，这里他飞他就更不会逃了。嗯，已经他逃他一定是跳或者尖的。嗯，飞就是故意让你感觉我有断，我怎么可能飞完自己再去补个断嘛？对，所以一定是弃子了。嗯。对吧？之前飞的时候其实就很明确，但是这两步尖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包括这个，他要不走宽一点吧？啊，走一个。不是你走这么窄，人家反正都要弃了，对吧？你关键是你围攻这个棋没有效果，就嗯，因为人家是不准备活的。嗯，应该说是正合黑棋的意。而且黑棋完这时候弃掉这两个是刚才所有的战略因素全部完美的。嗯，左边他已经站稳脚跟了。嗯，这个也给拆了。你在换手棋吃我把最后这盘棋的一个大场也给拆了。嗯。一切黑的棋实在是太舒服了。嗯。而且这两个子被割掉之后也就十几目嘛，其实我们看到，对吧？嗯。不到二十目棋把黑的不到二十目棋换来了三个大场，那肯定是赚的嘛。嗯、是的。对吧？而且特别是最后一个。嗯。当黑的拆完这个时候，白的没有地方可以走了。全场最后一个大场，最后个大场没有大场了、嗯，没有等值的大场可以走了。是的，对吧？所以你之前你就肯定一定得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高加就已经有点中介了，嗯，应该加的更宽一些，更宽一些，不能让他这两个死，嗯，要让他活着，活着我们才有希望。要放养，对，要放养。你那个死了之后他就解脱了，他就都是些鸡肋，吃的都是鸡肋。你虽然吃的很狠，但吃完之后人家。顺势就解脱了，解脱完之后人家就弃子转身了、嗯、是不能让这俩死。嗯，但是呢这个小朋友他
他达不到这个认知。对对对，他的认知是局部能不能吃死他。嗯，这一点我非常的肯定啊，请问，因为我也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嗯，比如说我十几岁的时候，你让我聊刚才这些是不可能的。嗯，我们的眼中只有死活。你什么意思啊？你这脱线那我把你吃了呗。啊，对，非常的耿直的，非常的直线的。嗯。都一样，都是过来人啊。这也说到围棋中非常难的一个领域，就是它的分寸就很难把握。你这个太直线的棋呢，人家就弃掉了，你吃了反而是亏了啊。你吃的太小，价值太小，反而亏了。然后就是你说放养吧，你这个也得后边的棋这个水平也得跟上，因为放养的不好。这主要是一个大局观为主。嗯，他放养的最大的好处是把黑子去活这块棋的时候，他能拿个先手，他获得一个先手。他主要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拆边，嗯，其实他吃的也就吃了。嗯，这盘棋主要这个拆边，这个大场最后这个大场太大了，所以其实是围绕这个拆边在做斗争，双方在勾心斗角。嗯，对，而不是在局部的这个得失。嗯，所以你局部只要下狠招，都是某种程度都是错的。嗯，就是因为人家醉翁之意酒在这里，哦，对吧？就是那这个确实是，但这个说实话太难为一个新初段了，没错，对吧？他要把这个逻辑全盘清楚，那他绝对不是一个新秀了。嗯，那过于老练了，至少是二年级、三年级了，至少三年级了，我觉得就是入段三年了。嗯，就是这个逻辑不新初段，说实话被这个王星浩大哥哥那个拿捏，嗯，没办法啊，只能怪王星浩太坏了啊，嗯，开个玩笑啊。对吧，也不正面跟人家刚，嗯，就整这些有的没的，烦死了，嗯，对吧，就整这些什么大局观，嗯，当这是开玩笑，这证明王星浩很老辣，嗯，对吧，我干嘛要跟你那个斗气，我干嘛要跟你一决胜败，对吧，嗯，我明明中国实力比你强，对吧，我跟你那个比蛮力，那我不傻吗，万一真被你一个手筋带走了，我不冤了吗，嗯，对，这个，我跟你比大局观，比棋的理解啊。这只能证明王星浩越来越成熟了，嗯，他知道什么样的比赛该怎么下，对吧，如果他跟申恩旭柯洁下，我相信他不会这么下的，嗯，就变成他是冲击者的姿态了嘛。嗯，是的是的是的，他就会换一些下法，这无可厚非啊，嗯，这里白的关键是也没办法，我已经你还脱不了先，嗯，现在白黑的如果再出来，白的两块钱都要出大事了，哦，所以就是这个鸡肋呢含嘴里你还必须得吃，不吃的话死活有问题，嗯，好痛苦呀，嗯，所以白棋又补了一手，含着眼泪吃呗，嗯，那怎么办，对，但是黑棋呢就很舒服啊，首先这步尖非常舒服，但是这个棋形很痛，哎呦好难受好难受，哦，这个只能走在这儿，只能走，因为不能走这棋，走这他退一下之后，他就跑出来了，那这里请我注意一定要用长啊，嗯，千万不要求快啊，千万有些时候要注意这个形状的缺陷啊，哎，我们来看，这个一挖就进去了，对，直接就被当场就被干掉了，嗯，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棋形啊，这个时候呢只能长，嗯，别的都没不行，那长出来之后呢白的就碎了，嗯，支离破碎了，白两块都没活，还要被对方反攻，所以他好像只能是并在这，哎呦，这个还被割一条小肉啊，对，好痛啊，我们看其实就是作为这个职业棋手来说是特别不愿意走这种病在笨病在因为这种病它没有子效，嗯，它会让你的棋的效率急剧的萎缩，是的是的，非常的痛苦，嗯，但是呢这会儿呢他又不得不走，嗯，因为不走人家把他断他要死，嗯，然后轻飘飘的一跳，要还是同样的问题，你必须得吃，嗯，不吃两块棋不活，对，当你把这两个子摁死的时候，终于吃掉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大事不妙，被人家抢到这个了。哎呀，这个棋，嗯，说实话，他如果碰到别的棋手，我个人觉得可能今天还有机会，嗯，已经，因为王星浩是一位非常非常老练老辣的棋手，嗯，大事不妙，这个，而且王星浩的棋风本来就偏那个稳健啊，嗯，这时候就更不妙了，也就稳健先秀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会发火，他会占了优势之后他会正常跟你下，嗯，这样的机会就变少了，更少了，他不会因为你的一些看起来有一点过分的招，嗯，会上头，不受情绪的挑唆，对对对，这就是本格派和稳健型棋手最厉害的一点，嗯，当然了他有弱点，就是很难优势啊，因为他也很难优势特别多，对，是是，因为他棋下的相对来说比较本分吧，嗯，就哪怕优势也不会很大，嗯，但是只要占了优
哎，你就危险了。嗯，就是这就是就难了。所以王金耀这个所完美的这个思路全部达成自己战略目的之后，我们会看这地方就是二十目出头，嗯，加上这个角三十目，这里其实也没多少，全盘大概还不到四十。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有二十家，嗯，这个地方二十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白黑的已经四十家，再加上这个边黑的已经。妥妥的五十目，白棋其实才兜里揣数得出三十多，嗯，而且白棋现在发展非常的不理想，我已经，嗯，如果可能，去问我老师呢，这个比如这三个怎么办啊？这三个一定是凉拌的，嗯、你如果吃我，我根本就眼都不带眨的，嗯，你继续啊，跟刚才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当你再花两手棋把这十几目吃的时候，全盘都崩溃了，嗯，只是几颗残子，我根本就。不会正眼看他一眼啊，嗯，全部都是诱饵，只是说这里黑的也不会认真的去跑的，嗯，那我不跑嘛就没有负担了，是的，关键是哎下步棋迷茫了，他应该得下这一步，要不然跳起来更难，嗯，这完全就是个立体的形状，对，就是先得压制这个地方，嗯，压制完下一步棋，哎，我觉得小朋友要哭了，下一步棋，这个我王新浩同学太讨厌了，嗯。他是直接、哎、好烦呀，他这个棋下的这啊，这个真的，而且我们一方面呢是把他这个地方，他这边有点小余味，小的不安定因素给补了、嗯。二的话很简单，你不理他就往里灌，灌完之后这两个就死灰复燃了，你啥也没走着。嗯、再不理他就反冲反攻倒算了。嗯，如果呢你挡一下他也没啥，这个尖他一定是便宜的。嗯，便宜一目也好，半目也罢，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他又便宜了。兄弟们，嗯，就是说本来你这个人做便宜的没还呢，你本来局势就不乐观，哪怕他回手一个，嗯、他就便宜你一下之后，你不雪上加霜吗？本来你的形势不乐观，还被他二路又尖了一下，嗯，这不整个情绪就坏了，嗯，应该挡不了了，嗯，哦，白棋这个飞之前呢，在这里靠了一下，哎，但是这个靠我感觉不见得便宜啊，嗯、靠这个又看不懂啊，嗯。靠完不走，他其实靠不靠关系不大，他主要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好点可以走，嗯，这里面它会不会就是应该有点小东西，但是呢，建完了点，但是说实话，白黑的不会特别怕你，嗯，就是一它可以往回缩，二的话它居然冲下来，你长完之后它再走个转身，你上面这里也是吊着的，嗯，就是它看情况嘛，嗯，你首先你现在暂时不会走，以后你真点进来再说了，嗯，它伺机而动，嗯，因为这里就这么点地方嘛，它不会特别重，嗯。啊，这个二路一尖应该是彻底击溃了小朋友的心理防线啊，先崩了，挡不住了啊。但是本手是挡的，嗯、关键是局势不允许挡啊、哦。就是说实话，正常是应该是要挡的，因为跳进来之后这还有反冲。嗯，你跳还是先就回到了最初的这个棋形，你绕了一圈又全白干了嘛？对、嗯，你又回到了那个原点、啊。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只是自己啥也没干，嗯，啥也没走着，嗯，被跳过，嗯，正常是要挡，但是挡我很能理解，挡不了了，不能忍，不能忍，因为挡的话，别人再牵手，不管黑的走哪，你这个棋没机会了，都包括碰靠，其实已经是感觉，说实话，枪法有点乱了，是，尤其是他现在还选择从这边出来的时候，就这两步棋是明显的亏的，那估计就是有你说这个点吧，他应该是对这个点、为这个点做点准备工作吧，哦、直接点是不行啊，感觉。直接点的话，他可以从这边冲出来，但是这个地方他先起。对，我觉得应该是这里做一个伏笔吧。嗯，哎，但是，要不然他这个飞啥意思嘛？他总不能对这三个有想法吧？这三个有啥用啊？嗯，对吧？而且他这样碰了飞，好奇怪，他直接跳不就？但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先点呢？他先接完点呢？就先飞这个，他先接完点，我估计一定是怕冲。怕冲吗？我不知道他就是具体的情况，我觉得就按照推理应该是怕冲，打吃吗？打吃或者长吧，我长我把它吃了他搂一下，搂一下，然后他再跳回来，我觉得他这里他应该是觉得不一定赚，这样吗？啊、嗯，因为或者我先不搂了，我就这样放着了，我先放着，我先跳进去，嗯，这样啊。因为反正这里你都是软头，你动不了，发不了力，嗯，黑的也算是完整了。哦，要不然他这个如果吃好，这也没用了，这个飞没有用，对呀、啊，跟这个飞也没关系，嗯，对吧？就你没有这个飞也能这么走，对。那
我觉得他是不如这个，他非完赛走。你尖了点，他不可能把黑的是不可能缩的嘛。嗯，那你爬过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候他一定是怕冲下来嘛。对，如果能爬过，他这些表情都不用做了嘛，那直接点就完了。嗯，我觉得应该是有点怕气死，跳完之后他现在很难受，他这里要不要接呢？不知道。嗯，他棒接肯定不接吧？那不接就会被冲呀。就吃完了，那就跑。那不接马上就会被冲，是不是？奥鲁班这里很难受啊。他刚才把这个吃了，我还没几次呢。哦，哎，我点完了，我还没几次。我说我下一步、哦、以后这样搬你这里你不舒服。哦，我知道，就我这里还没恰嘛，我搬的时候甚至这边还有活动余地。哦，我没有去挤掉这两下。嗯，我。嗯，行，那我其实我白棋的意图，我就是能把这个吃两目是两目，然后中间我就跑了算了，我也就是黑棋也没什么想法了。对黑棋，其实我感觉这样他全局应该也不乐观，因为你如果不接他冲完，你这块棋跑得很辛苦。哦，如果接的话，这里可能会被以后被一扳，你仔细看，我已经这个地方，他一锤你。哦，以后还有这些手段啊、没完没了的搜刮。嗯，因为你这地方都是断点啊。嗯，我觉得应该如果他能直接点，他马上就会点了。哦，他非应该是想下一步再点。嗯，直接点他应该是自己是判定不是，至少不是特别有利啊。嗯，他才会我觉得曲线的去做这些准备工作。嗯，但这波飞确实挺奇怪，因为本身没效率。对啊，特别不想往这边下。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前面的这个布局完局之后，就整个的都被压制了。嗯，导致他有劲使不出。嗯，就他会发现呢，跟我想的围棋不一样，对吧？我们年轻小朋友之间下的围棋，那都是你竟然不跑，都是那个真刀真枪的。嗯，你给我一拳，我就还你一拳啊。嗯，对吧？拳拳到肉，看谁力量大，谁计算强。嗯，怎么就跟一下比赛跟王星浩一下不一样啊？就跟我想象中围棋不一样。嗯，对吧？人家根本就不那个不沾身啊。嗯，对吧？就是其实他你王星浩下的招法，其实他是没想到的，属于是这种。不是说在我的预判之中，对，人家靠经验、靠理解下跟你下的、不是靠那个力量跟你下的，而且一上来就设了个套，摆明要弃子，嗯，然后你就往这个套里钻，钻得严严实实的，全部吃满了，对，这就比较难了。然后再吃个二路尖，又忍无可忍，一会儿人家又跳回来了，对，那就等于全部鸡飞蛋打了，这个棋，一下应该就崩了这个棋。然后这个时候使出这个，这时候黑的就能够去做一些腾挪了，调整啊。那他应该是吃这边了，对，他吃这个，这个我就感觉白棋这个尖的位置，因为你这个子多了多余了嘛，对，这个棋子效率低了嘛，黑的就能稍微忍一下算了，嗯，而且关键他回头能冲你啊，你这冲了力怎么办啊？嗯，还是先手，然后白棋贴，我感觉他这个必须得补，嗯，贴一下当然没问题，这个必须报警了，必须得补棋，对，但其实他。对于白棋来说，经常说的像这种穿象眼被人家冲出来，其实白棋要处理两边。他贴他没办法，他不贴，甚至这个二路点完之后，这里都不安全。嗯，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其实白棋我觉得贴完挺难的，还得先这是冲了加行不行？冲了加，他得回一手。冲了加以后就是黑棋留个打劫，不一定能加劫。啊，起，冲不着，这已经回去了。那只能单靠。要走就是单靠，先靠了再冲啊。单靠的话，黑棋你加我再冲呗。嗯，他一定得护住这两个子，因为这两个子护住，明天人家你看，我已经人家一冲，你一定只能断，对吧？嗯，他是一个二路蹲，这个拍完之后，你这还有个断，嗯，这一卡我全垮了这地方，嗯，全关键你一目棋没有不说，不全面的被反攻倒算，就这个棋不能不走了，必须得补。嗯，白棋自身也先得稳住这两个子。嗯，他贴一下无可厚非，因为这边有木嘛，拐我就硬嘛，拐应该也是个俗手对吧？我就去把这个木守住啊。他这样也拿了点时空了，赶紧把这两先稳住。嗯，至少不会被那个对方还击。嗯，然后王星浩现在暂时也没有。拿到什么时控，这里被点应该时控还是受损的，嗯，以后再说了，这块棋因为还没有完全活，还可以实在不行还可以卡进去攻击，嗯，但都以后的事情了，是啊，必须得补了，这个不能不补球门，嗯，实战白棋是还是守了这边，哎呀，这个太天真了啊，嗯，就是他以为人家一直在防守，他就真以为王星浩他不是一个老虎，嗯，明白吧，他就以为小朋友以为王星浩大哥哥只会防守，嗯，
那都是骗你的好吗？马上黑棋就出手了，你只要露出破绽他马上就出手了，他只是开始没有合适的机会，所以他等待一下，是，然后呢如果你效率低他就算了，他也不出手了，赢了就行了。嗯，现在你这个很这么明显的一个破绽不补，那你一定会被抓的。嗯，他黑棋直接，哎呦，这个冲王感觉要出事了，冲王打，嗯，那先打一下嘛，对对，把白棋眼位还打没了啊，然后再立，很细腻啊，如果对白的贴还有半个眼，对，先打一下立，你可能得先接这个，嗯，因为这样的话外面白棋是封不住黑棋的，就看着怎么封嘛，这全是断啊，白棋黑棋挤一个先手，然后这也首先你冲就直接就被断了，里面也被断，这根本就封不住啊，所以呢白棋这个时候还是，哎呀，这个粘是太难受了啊，这三个刀把五出现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想放过你啊，这出来了，嗯，这是不是早年立过一下，哦对，先立了一个，立一下非常的细腻，他细腻，万一战斗到这儿，不是他留一个有先手，他留劫财，哦，万一有打劫，因为你又不是万一马上就会有劫，你看一转他偷了几，哇哦，偷了几之后他有可能拐就是劫，嗯，他果然是挤进去，然后打劫啊，打劫，打劫，他这个立先立留一个拐肯定是好事情啊，因为只是立已经不是劫了，嗯，所以说王清浩下的应该说滴水不漏啊，哎呀，下的很细腻啊，所以说小朋友们，对吧？世界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啊，太天真了，王老师不要这样教育小朋友。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好事，这样他会有正确的围棋观啊，他会知道呢。就是他不会发现的，就是只有勇气，对吧？喊个口号，我一定要打败谁谁谁，对吧？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啊，现在对着那个窗户在那大喊。真的吗？那就没人的时候嘛。这么热血的吗？是会的呀，就是没人的时候啊。啊、哦，可以，对吧？但是那个发现最后不是这么回事啊。嗯。你肚子里没墨水啊。嗯。对吧？鼓了勇气都没用啊。最终你还是对吧，你得拿出招，还得面壁思过，对，还得进步啊，还得去努力啊，嗯，就是只凭那个勇气，只凭这个血性不行的，嗯，当然是年轻人不缺这个，不缺激情嘛，嗯，这盘棋应该我觉得下这应该很好的给这位小朋友上了一课啊，是让他知道了中国围棋的厚度啊、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嗯还得多努力啊。是的是的。然后拐冲找劫。那个你只能挡啊，这个挡没用的。踢、嗯。这应该一切已经在对方的、他没有劫了。没有劫财。嗯。冲这个不是劫。黑棋这还有劫呢。打完之后这里有一个打。嗯。而且黑棋找完这个劫之后白棋这不能快死了。白的已经全死了，他不能冲嘛，冲的人家反断都是劫的。嗯。就是撞气的不能冲。嗯，断这个都成劫，本来不是劫的，现在只能回，那对面一把这六个吃不死，直接就可以交了，感觉。嗯，就白的连一把目数损失巨大，嗯，全盘已经没有空了。是的，这六个如果再捉不住，就直接，宣布进入垃圾时间了。嗯，因为熊猫看只有这三十目了，嗯，这块大山全盘就是三十没有了，嗯，我们这二十没有动，这二十也没有动，嗯，对吧？白的黑的五十目是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如果你封不住他两块对攻，其实你还是劣势，因为你这个形状不对，嗯，这是被别人卡了脖子的，对，而且你要防这卡脖子，你只能走这儿，你虎没有用的嘛，这都是，对吧？虎完之后都是幻觉球，嗯，幻觉，他先弯一下嘛，回头都可以吃你的，嗯，你本质能力本质你只能是补这才能补得上，哎，但你补这这块棋怎么会死呢？他就往外拐，嗯，他拐完还怕顺势把你中间都破了，然后三十对五十的时控差，不是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主要白棋自身还很薄，这里还有断，对，这里断全是断，对，对吧？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忍一下，嗯，退一步还是能虚啊，这个地方，本手黑棋猴，然后白棋飞，那这一棍黑棋就要命了，对，然后黑棋其实不是这个白棋下的不好，只能怪黑棋太厉害了，黑棋下的太好啊、嗯，只能怪王清浩下太好、嗯，王浩天同学没办法啊，然后。白棋踢，黑棋打吃，白棋粘，黑棋出头，
啊，通过这一搂包之后，我黑棋这个头就差很多了，黑的全部全面的占据了所谓的这个发展面，占据了阳面啊。嗯，白棋全部，而且这步棋是没有误的，黑的先提的，嗯、这全是单关这一串。嗯，而且你虎了之后，这个子又被他含在嘴里了。但你当时也不能接吧？对，不能不能。但你虎的话，问题你有一个严重问题，你这附近都是后手了啊！因为黑白黑棋随时，我给大家摆一下，嗯，他随时卡了一段，他就两个眼，他就活了。所以说你飞他一定脱线了，你截断他的戟这个子就好了。嗯，他已经是不立于不败之地了。嗯，你救这个子，他再回嘛，就也就意味着你附近这些子全是后手现在。嗯。有酸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上来接吗？这就是前面就太危险了，太受不了了，自己就很危险了。而且那个紫霄也崩了，是、嗯、的，就是这个形状被拿捏了。嗯，我们再三说这个地方卡脖有缺陷。嗯，那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还没办法。对，因为白棋这个不能先尖掉吗？白棋这个不能先尖吗？能尖着吗？能尖着。那尖一下应该不会。尖一下你能出去吗？你要冲我了是吧？你如果先跳，我不敢冲你，你有断呀、啊哦。是，你现在再跳肥水就被冲了。哎呀，还有这个问题。能尖着当然好，但是好像不敢尖。对，被虎一，我觉得黑棋这个形状还是非常美的。但不敢尖、嗯，就是很想尖。嗯。但是有可能尖完全更就是出境更糟糕。嗯。因为对手没准会冲你。是。如果你挡不住，在下面去团两个眼，应该就更惨了。看起来是肯定会冲了。因为他没后顾之忧了嘛，对对对，现在他不太乱敢冲，因为你有反断嘛。嗯，你自己刺掉了他应该会冲你。是，可能也是没办法，这个白棋、嗯。但你单跳嘛，你看他就算了嘛，这就是大局观嘛，他先出来，然后上面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也不用管，这应该已经有点溃不成军。这个跳是什么？嗯、啊，他防自对靠断，这样白棋过黑棋过来，这个下面暗藏杀机啊，请我们看看这个棋。我刚才疏忽了，就马上可能就要死了。嗯，马上就死了。对，他断。这么快的吗？差不多了。嗯。我就贴。嗯，这个地方还要断是吧？你只能扳我头。嗯。我就弯出来。嗯。这步棋看似要命呆萌，嗯，其实非常凶狠的。嗯。你因为你这里差一手棋。对。下面还牵个断，你这些包都不可能动的，一包完自己被连着带响的全打没了。嗯。而且我如果是。狠一点，我可以先送你。嗯，对，先断。我先断一下，就你只能吃，我再靠你就更危险了。嗯，所以说这个棋他已经直接是有棋，所以他这步棋已经补得很撑了。嗯，就是本手可能是小跳的。嗯，他已经很意识到形势不利，那个补得比较的凶狠了。嗯，对。但是确实得补。嗯，啊，这时候白黑棋还是很稳健啊，然后再回来。但我手握五十目，我也稳健的呀。嗯，你只有三十目，我有五十目，我慌什么？是，对吧？然后白棋打入，对吧？换我，我也稳健的球。嗯，因为这棋走两步，感 K 棋中间也围出十目起来了。不是打入最绝望，就人家把这个子弃了。嗯，所以这盘棋为什么我说就够了吗？那一定是判断够了。嗯，好吧。就是你吃完他收官就赢了。嗯。吃完你大概五十目，我五十加，然后这里把堡垒一打，先手收个关。嗯，可能估计黑的有六十左右啊，六、嗯、十或多一点，白只有五十目全满，你定格了嘛？左边三十，右边二十。嗯，而且你这二十目还不是很好吃，其实我真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其实吃起来很不舒服，全是怪味。哦，比如说我这过了虎了一般，这个一点。就我真放弃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吃起来很痛苦。那不就跟这两个字一样吗？对啊，就是再次的吃了一个弃子，你对吧，气汹汹的打入决一，跟别人决一死战的时候，人家轻飘飘的跑路了。是。对吧，就再次被上课了。嗯，小朋友这个气他真的不好吃啊，你可能本手只能顶在这儿。哦，那太难受。然后黑棋再来一记这个，你顶他一定是这个啊，百分之一百。那这个太难受了，又是一个这个同样的形状，对吧？同样的配方，似曾相识的画面、哦、对，再次上演，然后你就痛不欲生。是的，主要是前面局亏了。嗯，但你不顶，真的，我说个最简单的，你不是脱了虎了一般，你怎么进上我？你杀不了，杀不了，对吧？这不是打劫了吗？对，很轻松的，而且我打这。全是问题啊，嗯，就所以说这个棋看似他飞了一个，那要这么说他可能打入是问题手，他应该
中间强攻黑血。哦，强攻没有办法啊，这搭上小房子之后黑的就完全运转了。嗯，只能拼命了，把这个要点点住他。山寺肯定死不了，但是先压迫黑骑的眼位再打入。嗯，这个打入应该是，但他没想到人家弃子。对，这跟前面那个画面一样，他肯定在想人家这里拖了肩了跟他战斗了怎么下，是结果人家根本就没下。嗯，走完之后其实还没有死呢，这个子。嗯，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大局上的碾压。嗯，然后白棋拖黑棋，这棋确实也是该发力时就发力，绝不手软啊。对，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王信浩是一个软柿子啊。嗯，大家不要产生这个误区啊。王信浩的棋讲理就永远很稳健。你看你这个明显下的过分了，他利用他后棋后呀。嗯，他就硬爬呀，你打劫打不过他呀。嗯，他全都好了，这些不都是劫吗？管断。嗯，什么卡活。哦，他先点了一下再爬的，对吧？这时候你。嗯，这个劫打不过，不是直接就局部爆炸了吗？嗯，白棋黑棋就顶住，顶住也行啊。你接劫他的场根本没有呀，你等你去打他再提。嗯，他比你想的更坏。嗯，你要把这个，你因为劫是单关嘛。嗯，你只能是拍脚，拍脚他再提，他顶完之后这边他还要反攻你以后，而且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退路，实在劫财不利，他就跑路了。嗯，进可攻，退可守。嗯，这个劫白棋打赢黑棋还是有点难吧？非常非常累。嗯，因为没有劫财全盘。但是呢，如果被黑的接住的话，白的原地爆炸了。对，啥也没走着，走一下全是断棋，我们看全是支离破碎的形状。对对对，而且这种棋他这联络还是不是，他可能不杀你，他让你活着。嗯，你更痛苦。实战呢，白棋是走这个，然后黑棋断了一下，这个不就等放弃了吗？嗯，那肯定不能走这个呀。是，但他劫上哪找呢？找不找那也找呀，那不可能走这个玩意儿嘛。这四个子人家肯定不要了。嗯，你想这个我已经这全给饺子全给包了，太大了。那个脚比肯定比四个大多，他一接你得先去活脚的。嗯，那点不就等于是无条件结伴？嗯，他一飞不全被包了吗？那确实也难为他了，确实也找不着姐。确实也没办法，这个之前一直的遗留问题，本身这个段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都全是喂得很饿的棋。对对，打劫确实太为难白棋了。嗯，然后白棋走这个黑棋消劫了，这个叫黑棋先断一下，只能对白棋抱以同情啊，同情。但是呢，但是局势已经是很难了。是。黑棋粘，然后白棋只能先把这个虎了。那你只能，要不然太大了，他刺完之后他先截断你归路。哎，这一串又拿你只能立，然后这还被先手挡一下。嗯，然后他还可以先不走这个，因为你们兄们仔细看，白黑的已经很厚了，他还可以应该先欺负白棋。你这个整个条龙都有眼位问题。对，这边死不了，但是死不了，但是你要被刮。嗯，你要从这个羊肠勺，哎呦，这个小刀子，对吧？你们看一看这个，太舒服了，这还被一挤，要吐了就行。黑棋这还多点吗？不是，还有两个段。对，白棋还连不上。他最狠的就是他不会让你死的球。嗯，我告诉你，就是告诉大家，因为他让你死，你就解脱了。嗯，就是他不会去断你。嗯，所以都让你连回去。对，不是，就断，因为首先开个玩笑有风险，跳下来之后有反复，他一定是类似这种棋。嗯，尖或者尖这种棋，让你去连嘛。嗯，然后我还能以后再抢。太惨了，一个光棍走天下，一目棋没有。嗯，然后你会发现忙了半天还是左边那三十目。是的，啥也没有。是，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是挤，挤没有用啊，挤完你还是得接。对，白棋挡完了接，挤尖，你还是得接。粘，然后他再把这个做活。这样黑棋这个地方走了个先手活，白棋跳行云流水啊。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两位棋手其实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嗯，一位是围甲的主力，经常战胜世界冠军啊。嗯，一位是刚刚不久新生的初段。嗯，完全不在一个级位啊。嗯，哇，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应该要认输了。嗯，这不这个，我看都看不下去了。嗯，
大家对我已经给他们摆两步吧，我这个我心情很差，太惨了，这个可能直接退了吧。嗯，又出现了两个刀把舞，就确实黑棋的形状都拿捏。不是，他还可以接，我的天了，你还得团，大家看全程三观、嗯、而且还要被别人挺在这个位置。嗯。这个棋活都很难了。他不会让你死的。嗯，这是王信浩正在最舒服的情况，他一定会想个办法让你活的。看起来也不是啊，这个白棋搬黑棋搬啊，不，这个棋不要杀他啊。哦，你杀他的话，他会松一口气啊。啊，这时候要解脱了啊，让他活了。我让他活就是无穷无尽的那个折磨。嗯、他这里，对，只能是投子认负，因为没法下了。这个棋，我们看到，先不说这块棋能不能活，大家看看。这一串的被各上下的这个欺负啊，嗯，到最后一目这个拆穿一目棋没有啊，现在，嗯，可能搭这种肩膀能活，靠下来什么各种长板狗，哎，能活就先这么搭肩膀，啊，确实确实，对吧？先靠断，然后什么长板硬狗在这，有可能，好像能活，嗯，但是反正这盘棋跟但没有必要了，活了就不要再下了，对，这个本来目数也大差了，是的，本来就不够了，再被这样一通。左右的这个算之后呢也是无心恋战，嗯，最终啊应该都就到这了吧。对，这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啊，下到这边白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就中盘认负了啊。嗯，所以说光有勇气没用，棋友们光喊口号也没用啊，因为我好像听说这个小朋友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在啊，好像就相当于那个发了一些嗯言论，很有气势的言论吗？就是给自己鼓劲嘛，意思是、啊、大概的意思就是，啊、对吧？王信浩，我没觉得王信浩怎么怎么样，看我就是看哥明天我怎么收拾他，类似这种意思。哎、真的假的？好像是、哦、啊。我刚才听了一些八卦的言论，嗯嗯，就当然也是给自己鼓劲了，嗯、鼓劲。当然现在小朋友也很可爱啊，就是、嗯、可能时代变了嘛，比较外向，嗯、你知道吗、嗯？像我们那时候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是是是，也挺好。虽然你们那会儿是闷骚，就是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会给老前辈一点面子。学习学习、啊对。现在小朋友都比较那个快乐，比较直接啊、嗯，所以说有啥心里有啥直接说出来了。嗯。好像据说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当时刚才聊这个小八卦的时候，我就在想。嗯，因为围棋它不像别的，嗯，你说你行你就行，嗯，对吧？它没有个评判标准，围棋这玩意儿，万一明天惨败啊，嗯，那不就是变成了传说中的小丑了吗？对不对？对吧？嗯、还没棋友们想，哎，兄弟，你昨天好像说了点什么，嗯、要不要发表感想啊？嗯，今天好像被别人乱杀啊，嗯，对，从这盘棋来看，小朋友光有勇气。快得加油啊！整盘棋我觉得就是给大家说，从吃这两个字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黑棋的一个陷阱和步调中，是，对吧？嗯，而且是在吃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手速了，没错。特别从这个加和尖，特别我觉得是这个尖，嗯，无论如何得想点办法。后来非常这个直接的把这些其实东西都吃死了，然后发现局势。急转直下，被拆到这个应该是49的时候啊，嗯，最后一个大场被黑的占据之后，之后虽然左边发力啊，但是由于劫财的原因又被黑棋完美的化解，嗯，没有劫财啊，是，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对吧？就进入到黑棋的表演时间，对，最终的结局是自己大龙现在生死未知，然后一目棋没有啊，嗯，这盘棋也是王信浩告诉我们有哪些子是应该弃掉的。从这盘棋也可以看，从侧面看得出王信浩的成熟和稳重。嗯，为什么能够频繁的战胜这些世界的冠军、世界的大高手？嗯，他不是偶然的。是的。嗯，也是希望王信浩能够在今后啊，给我们大家啊奉献更精彩的棋局。嗯，稳步的前进啊。嗯，除此之外，也希望王昊天这位小朋友继续努力。对，各种能参加这样新秀赛的小朋友吧，嗯，啊，每位小朋友都多加油啊！是，好的，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之后会为大家带来另一盘焦点对局，我们一会儿见。嗯，一会儿见。